嘛？地址啊，等一下。那你说这要干嘛？我们要喝咖啡。哪里喝？路易莎，台湾路易莎咖啡。好，出发。刚开 ，Let's go。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台湾的那种饮食业的连锁店开来新加坡，其实是好事。这也不贵，这个是我刚刚好像降12块，三个12块。你觉得越来越多台湾餐进驻新加坡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很好啊。我们现在去吃台湾餐，他说有一间附近新开的，然后这个路易莎是我看到的。走吧。相机怎么了？啊，没电了喽，收起来。对，现在我们用手机录喽。天天都在下雨。你呀、啊，你带晒啊。现在是新加坡的下雨梅雨季节，所以会一直下雨，每天都会要带伞在包包里。现在我们来到了。看到了。后来。进去喽。
所以还没有进入状态，小脚上床上还没有进入状态，吃的好足。所以我可以说，还不在状态的情况下，跟那时候我们夜市吃的有像吗？因为发现这边好美哦，你看后面可以拍照，很漂亮。这里在哪里？这里是福利社的后面，在那个福禄寿的后面有一个巷子。嗯，好，那现在在下雨。今天吃了两餐怎么样？我觉得那个路易莎咖啡可以去，还蛮划算，可能是因为八折，可是我觉得东西也蛮饱的，就是吃那个三明治也蛮饱。我们刚刚吃那一间，厚啦。我觉得那一间锅烧烟还可以啦，但是我觉得那个价钱呢，就是如果 CP 值的话，我觉得是路易莎会比较好吃。就感觉在吃夜市的锅烧意面，可是要十块。而且我刚刚喝了那个奶茶，然后我不知道是那一间奶茶还是咖啡，我刚刚肚子超痛，然后就跑去上厕所，就是酪塞奶茶，大家可以去吃，大家可以去喝酪塞奶茶。下次再拍 vlog 啦，希望我会拍下一次影片，拜拜。到了，后来旁边那个台北的意大利面很好吃。那你要做出选择。你要吃左边那间还是右边那间？都想吃哎、欸，那我们等一下说不好。你要代表什么？我代表后台风。那个是右边还是台风？我问你，意大利面。一波吧。一波。你赢就吃左边右边那间，我赢就吃。右边，我赢就吃左边这边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我赢了。啊，所以是哪一间？好，是之后了。影片的开头不是说要来吃那个台湾餐吗？